够强的，这膝盖。嗯。这要给它照着膝盖吗？这样可以吗？会不会太紧？不，慢，对，慢慢越来越深一下，越深一下，慢慢要循序渐进，不能太快，怕拉伤受伤。谢检老师那边，他分析出来好像是胰脏有点发炎，所以那个我就给他吃的东西减少，油也减少，减量。最主要是变靠胰岛素，靠胰脏的贝塔细胞来分泌胰岛素。糖尿病就是。胰岛那胰脏里面的贝塔细胞量减少或者工作不力，那什么呢？还没讲。胰固奶，胰固奶就是关键词。你看吗？啊，对对。我在噼里啪啦一定要吃。没中完之前应该很健康。哦，妈妈游泳的。游泳啊。80岁的。85岁还在游泳。哦，对不对，妈妈？85岁游泳那个照片下下叫，旁边有人游泳啊，我妈还超过人家。对不对，妈妈哈？我一直想带我妈妈回去游泳，但是她有尿袋。尿袋人家不准他下水。有尿袋的不准下水。妈妈不行。不给你下。对呀、因为我带他去振兴，振兴医院去找复健科，我说我要做水疗。他说你有尿袋啊，不能下水。怕你感染，是怕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是，我是要没有怕感染。我想带他去泡温泉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弄，因为我前天才去量体重，我细的个。啊，我妈妈四十二，你讲这是安怎？你太瘦了，妈妈在笑呢，还在笑。对不对，妈妈？我才45公斤，你42公斤。我现在长了很多肉。感觉都上有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外头有肉，而且蛮结实。真的。不会软软的肉。是我们去看西医的复健科，他说已经3年了，所以他说这个要不能那么积极，所以一个礼拜我们是不能去一次。想要再把这只脚膝盖弄好一点。这个远红外线可以透过这个可以，
我是木三分的。啊。三次。哦。你想着该怎么厚，会不会找得到他的肚子？他并不是，他并不是穿透性，不是，他是附热的。因为他的，因为前上个礼拜开始，我就发现他肚子硬硬，我就给他吃酵素，植物酵素。吃什么？吃那个药局，药剂师，我熟的药剂师，他建议，都是一些植物吧。植物，但是里面有3%的番红花。番红花。3%。这么高啊？3%算高的。番红花是红色的，那个做那个西班牙饭那个番红花。那我大概讲错了。我要的是藏红花，一样是泡的那个水是红色的。他那个是那个，他们说这个是蟹。是。听没有？应该吃过西班牙海鲜饭。啊，不是喝红花了。那不是番红花，西班牙那个叫番红花，那个西藏产的，做那个打那个什么内脏啊，内服不能用，那个就是。藏红花，有份吗？有份。藏红花很贵，以前论价。以前我爸爸的那个骨灰，里面有一颗有一些舍利子。舍利子。对。那我去问，他们就说这里面要放红花，要放藏红花，它有一个舍利子的盒子，舍利子。它下面铺藏红花，然后上面才放。那我们密宗的时候，供水的时候，好要用到藏红花。那个藏红花是放在水里面。水里。然后呢？杯子放。供。供完了会喝掉吗？可以喝。啊。那个1000多少？以前比较便宜，要300，现在大概要400，400多。品质差好几倍。但是它会很轻啊，我买1000块钱就收这一撮，很轻很轻。我记得我看一个电影，那个说厨师的故事。里面呢，那个女主角，那男主角他很羡慕他这个主厨，这个女主角能调出，他认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，那到最后他就告诉他，这就是黄花的味道，还有藏红花来调他。太阳，那个另外那个人，他一直学，他就不知道他有什么特别东西，他看不到。说你要腌那个黄色的，你可以照，或者那个叫做附子。腌什么东西？黄色，像腌萝卜啦，黄萝卜啦，酸。那双肉加皮，变黄黄的，那就是苦涩。里面有一味叫苦涩。这老师吞的也很行。我喜欢，喜欢辣。不是喜欢，是喜欢。对你有研究。喜欢的。我也蛮喜欢看那个什么烹饪的节目，男生一般都不看的，对，不会看，因为像日本料理方西君啊，还有那个什么料理铁人赛啦，我这都不喜欢。